不一样。到那爷爷肚子拍啥呢？来，鱼啊，鱼，这个鱼，鱼。那你站哪儿啊？在这边啊。你在这儿。在他旁边，你看他手指的位置。辉儿，辉儿，我叫杏花村是吧？姚仔。是的。杏花村。看这个牛，其实这个牛小。你还是按等级上的牛。
梁顺。来我们那个校区就是跟着南叶湖校区，这我知道，我还去那校考过试呢。下面插播一条寻物启事，有游客于今天下午在北京园附近丢失一部华为 Mate 40，有拾到者请交至附近工作人员或联系失主，1995654801。
爱的游客朋友，欢迎来到鹿港公园。为了保护展品的完好与美观，请您在参观时细心爱护，避免随意触摸。鹿港公园衷心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。游客朋友请注意，下面插播一条询问启事：有游客于今天下午在北京园附近丢失一部咖色华为 Mate 40，有拾到者请交至附近工作人员或联系失主1995655480。游客朋友请注意，下面插播一条询问启事：有游客于今天下午在北京园附近丢失一部咖色华为 Mate 40。有拾到者，请交至附近工作人员或联系失主1995554801。游客朋友请注意，下面插播一条寻物启事：有游客于今天下午在北京园附近丢失一部咖色华为 Mate 40，有拾到者，请交至附近工作人员或联系失主1995554801。祝各位游客新年快乐！欢迎乘坐游览车游览鹿港公园，带您轻松游览。
Thank you.
换乘，一票在手下午6点前无限次乘坐，欢迎再次购票。恭祝各位游客新年快乐，欢迎乘坐游览车游览落岗公园，带您轻松游览园区38个城市中心展园，终点站可多次换乘，一票在手下午6点前无限次乘坐，欢迎再次购票。恭祝各位游客新年快乐，欢迎乘坐游览车游览落岗公园，带您轻松游览园区38个城市中心展园，终点站可多次换乘，一票在手下午6点前无限次乘坐，欢迎再次购票。恭祝各位游客新年快乐，欢迎乘坐游览车游览落岗公园，带您轻松游览园区38个城市中心展园，终点站可多次换乘，一票在手下午6点前无限次乘坐，欢迎再次购票。恭祝各位游客新年快乐，欢迎乘坐游览车游览路的公园。
那时候刚开园的时候，他们一找的。
Thank you.
多人钱还没到一万八？我没到一万八。我才九千多，是吗？在哪个呀？你过来，你姐姐一下，姐姐一下。你说什么？这个也去吧。真的真的真的，你也没过来玩这个吗？我没，我买了点东西，还给俺儿子。
Thank you.
颜色，所以它呢，它这个地方呢，还是有很多的生物的栖息地哦。学日本就在这边。找不准你一般俺都找不开你可能头正。
那么大，那个几年都没错，那给个几年吧。啊？给个几年，那不是那涨了。下来了。进进去出不来了，进微信出不来。多近子！一个就没进去。皮头鸭不好看啊，好俗啊。游客朋友您好，欢迎来到洛港公园。为了方便您的游览，您可关注洛港公园官方公众号合肥洛港公园，或者下载洛港公园官方 APP 音洛港，获取园区相关游览信息，祝您游园更便利。要上多还好，今天湖大，不是好肥，这个进上多就可以了，每个都一样。
弟弟看了你很失望，你说爸爸，你的拍照技术这么烂吗？烂到了极致。爸爸现在属于退化了。我就把这香除了不喜欢吃。哦，那吃那里面有故事的，现在这都挖的，这个这个鹦鹉，
跟他发的，给他提个看看看到哪去了。啊。所以不能跟他这个一起。不能跟阿宝的车一起。为什么？不要下去，这你前面怎么走？说掉下去了。往那边能过去吗？往那边能过去吗？那边都是管管吗？我们从那个那边，往那边去，那边是水的。黄龙园、重庆园。从哪？就从这大门过去是吧？三个地方有球场，帮我拿下。你给我搜一下，你就用我的手机搜。你那俩？对。
照。这个可喜欢，他是挑个别的颜色，我来给你买一个。好看，走路的时候要干什么？妈妈，我们来逛逛去。逛逛去。走。那您这个喜欢吗？只要个四个菜，多爽的是吧？哇，没什么好逛的。好，那下吧。我也想吃。
不上了。他是去弄嗓子那个。你快点音量拿掉。出来从哪边出来的？对呀。恭祝各位游客新年快乐！欢迎乘坐游览车游览洛港公园，带您轻松游览园区38个城市中心展园。终点站可多次换乘，一票在售下午6点前，不限次乘坐。欢迎再次购票。店员就没有观光车了，你到时候现在几点？两个左右走。
才在这里面的呢。
骑到这儿特别顺利。哎，你赶紧开回去吧，你再去。